你好，他已经离开了，没跟你说吗？我不太清楚，您到服务台去问一下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其实我也忘不了那场战争，不过我比较幸运，记住了一些美好的东西。黄先生的战争记忆里，可能隐藏了太多可怕的事情，所以他才会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。总觉得。 他就在远远的地方看着我，可能他害怕再次伤害我，所以不愿意露面。但他靠什么生活？他怎么生活下去呢？黄先生是个很伟大的男人。 你们的爱情很美好，也很浪漫，他不该放弃。他出走几天了？1个星期了。 我有个好朋友，他
他开了一家私人侦探公司，我想他或许有办法帮你找到黄先生。可是阿宇，你应该想清楚，找到他之后你会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我先告诉他我们有孩子了。周总啊，过了前面这道山梁就到大窑村了。吴主任对这一带很熟啊。我对全县的山山水水多多少少还是了解的，不然我怎么能当招商办的主任呢？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相信相信相信。上回和你来的那个四总，他已经开钻了。啊，他已经开钻了啊？他还带了个新老板，那一投入就是上百万。嘿，这家伙还能藏得出这么大本事。我们和四总合作得很好，也希望和周总合作愉快哦。啊，四总他是教书的，我是农民粗人，将来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，还请谷主任多多担待啊。周总客气了。市桥开了没有？几个人呀？关键早就开心。我们先数进去。书记，书记，吴书记，现在都啥时候来啊？说是10点钟左右吧。哟，这马上就到了。嗯。哎呦，老刘啊，你告诉他们炖肉的，不要炖得太烂，炖得太烂糊了就没有味道了。嗯。吴书记，你放心，我这次去。嗯。你看大营，看头大叶肥，